好的，直播的观众，我们今天要来搞这一瓶新的咖啡，然后今天要做出成功的咖啡拉花，这份是伊利的摩卡壶专用的。好嘞，先咖啡粉，好。风味，那这时候开始制作我们的奶泡。首先，牛奶要加热到55度左右。咖啡就能煮出大概要有10%-20%的 crema， 上面这一层浮的咖啡油或者咖啡的泡泡。
了，让我们得到一杯香浓的意式咖啡了，就要来咖啡拉花了。当牛奶缓缓的倒入，怎么会爱上了他，并决定跟他回家，放弃了我的所有，我的一切无所谓，这段情长啊，诉不完当时年少，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呀。然后